各位嘉宾，各位同道，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这个会议的主持人，来自仲景中医学院的曾新景。首先，这里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由网上社群中医师互助团主办、由仲景中医学院承办的中医法律研讨会，题目是《中医师的行医法律风险》。本研讨会得到了新加坡中医协调委员会及属下的中医师工会、新加坡中医学院校友会、新加坡中医药促进会、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新加坡中华医学会和新加坡针灸学会的鼎力支持，非常感谢他们。还有要感谢新 Capital 和热心医师们的慷慨赞助。这个研讨会啊，可以算是本地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网上中医法律研讨会，有1000个名额，在报名消息发布的当天啊，就已经被抢注一空了。所以，为了满足报不上名的同道，我们同时也开通了 Facebook 的网上直播。这个研讨会其实是来之不易了。早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中医师互助团拜见了当时的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唐振辉先生，向他反映了中医师遇到的法律困难。那么唐部长呢，给了我们很多指导。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说，我们应该设法提高医师们的法律知识。所以互助团因此决定在5月间举办一场有关中医法律的讲座，那么并且再次拜见了唐部长，邀请他作为贵宾和发表主题演讲。那么唐部长虽然答应，可是后来遇到了冠状病毒的疫情严重，那么全国封闭，结果这个会议呢就数次延期。那么等到后来就遇到全国大选了。那么选后呢，唐部长升任了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就离开了卫生部。那么我们也同时失去了听取他教诲的机会。那么中医互助团中医师互助团除了感谢和怀念唐部长的热心关怀，那么还是坚持继续举办这个研讨会。那么终于在10个月之后把它搬到了网上举行。那么今晚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的贵宾，我们的贵宾是新任的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先生，徐宝坤医生。徐部长政务繁忙，虽然他没有能够亲自上网，可是他还很关心事先录制的讲话，那么等一下我们会给大家播放。那么今晚我们非常的荣幸的，也请到了新加坡协调委员会主席赵应杰教授，本地著名律师楼 Vitus Kata Wong 的林慧莹大律师，还有经验丰富的保险顾问谢昭全先生前来指导。那么今晚呢，我们也请到了全国职工总会 NTUC 的助理总干事杨木光先生，那么他将让我们了解 NTUC 可以跟中医师有些怎么样的一种合作关系。那本来我们也请了这个中医管理委员会的主席和长官前来指导，可是由于各种原因，他们都不能够出席啊。那么今晚的会议的程序呢，已经刚才在这个网上播放了哈，就是我们除了几位代表支持之外，接下来就是每位讲这个邀请嘉宾的演讲哦。接下来就是问答和讨论时间啊。那么我们将会在全部的嘉宾演讲完之后呢，开放提问和讨论时间。好，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好，我们现在这个研讨会就正式开始。那首先我们邀请主办单位中医师互助团的代表尤素娟医师致辞。尤医师请。谢谢郑会长。
尊敬的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尊敬的 NTUC 助理总干事杨木光先生，尊敬的仲景中医主席丁山湖博士，尊敬的中医协调委员会主席赵应杰教授，各位嘉宾，各位同道，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出席今晚的中医法律讲座。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会议已经打破了本地中医网上聚会的记录，在短短的一天内，1000个位置就爆满了，报不尽的同道可以通过 Facebook 直播与我们一起参与。可见中医面临管制法律是大家所关心的切身问题。中医师互助团是一群关心中医福利的同道，在社交媒体上自发形成网络社群，大家在这里讨论中医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并寻求解决方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提高本地中医师的水平和更好的为民众服务，对国家的医疗事业做出贡献。中医师互助团举办这个网上讨论会的目的是希望提高同道们对管制法律的认识。我们邀请了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徐部长将以预录视频的方式发言。我们希望中医师互助团可以作为中医管理委员会和中医师们之间的沟通桥梁，帮助中医师充分理解管制条例，安心行医，同时协助管委会解析管制原则和各种法律，使它更加透明和公正，以便大家能更加互相理解。正如副总理王瑞杰先生所推崇的，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建立一个富有协商性和包容性的社会。谢谢大家。好，郑院长。好，谢谢尤医师啊，谢谢啊，从尤医师的发言里面，我们知道这个中医师互助团呢，实际上是一个网上社群。那么他们主要的活动呢，还是对注重于对本地中医师的专业学术跟权益的研究和探讨。那么借此希望提高中医师们的水平、形象和地位。那么尤医师的发言呢，充分地表达了中医师互助团关心医师、照顾民众、放眼社会的宗旨。那接着下来，我们将邀请承办单位仲景中医学院的董事主席丁山湖博士致辞。丁主席请。尊敬的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还有新加坡志工总会助理总干事杨木光先生，新加坡中医协调委员会主席赵英杰教授，以及中医互助团代表刘淑娟医师，还有我们今晚的主讲者李慧莹大律师和保险顾问谢少全先生，各位医师同道们，大家晚上好。我也欢迎大家来参加今晚的网络研讨会，很高兴能够再和上千位同道在线上见面。刚才我们的主持人和尤医师都讲了，今晚的会议呢，可以说是打破了中医界线上会议的人数记录，差不多有1/3的中医师都参加了，可见大家非常的关注今晚的课题。自从2000年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医就被正式的列入了国家的医疗体系的管理范围，那使得中医能够规范性的发展。
中医师的定位也得到肯定。但是呢，与此同时，在中医法令的规管下，中医师所需面对和承担的责任风险和法律风险也大大的提高了。但一直以来，因为中医师们对于中医法令还有法律知识都不熟悉，那么以致对于某些中医法令的执行方式不能够理解，再加上越来越敏感的医患关系，所以使得不少的医师在行医的时候都是战战兢兢，步步为营，生恐一个不小心就惹上了官司，这给医师们的行医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压力。所以作为中医师，我们除了要在医术上力求精进之外，还要能够认识和化解行医的风险，这已经是成为中医师的必要的生存技能了。那我们今晚的会议是共同探讨中医师所面对的困境，还有了解中医法令、法律和法律风险。希望通过这次的会议，能够减少中医师们的余力和不安，能够安心的看病，能够安心的行医，能够没有诸多顾虑的情况下发挥所长，给予病患需要和有效的治疗。总结中医成立的初心，就是要为我们的医师服务，以提高和强化中医的医疗水平。那我们也希望和其他中医团体合作，共同的发展和强大中医。仲景中医学院有幸得到中医辅助团的信任和委托，承办此次的会议。那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的讨论和学习，对大家有所帮助。谢谢大家。谢谢丁主席，谢谢。接着下来，我们播放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师的视频录像。丁山虎博士，中景中医学院主席，张英杰博士，新加坡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主席，各位中医师，各位尊敬的嘉宾们，大家傍晚好。非常抱歉，我不能亲自出席中医师的行医法律风险讲座，和大家正面交流，但庆幸能事先录制好我的致辞，通过视频祝贺在疫情期间首次的线上讲座顺利的召开。首先，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全体的新加坡注册的中医师们，在2019冠状病毒疾病期间，遵守卫生部的规定和指导原则，特别是在疫情防控最关键的阻断措施期间，一些中医治疗虽然被列为必要服务，但某些中医服务的暂停却给医师们和病患都带来许多的不便。在此，我仅代表卫生部感谢各位所给予的合作与谅解，让我们能够顺利的把疫情控制下来。随着我们逐渐恢复更多的经济与社交活动，我希望中医界能继续的对冠病十九可疑的病例保持你们最高的警惕，配合卫生部的通告，保障中医师们和病人的安全。修改后的中医注册法令于今年四月奏效。修改法令的主要目的包括更好的保障病人的利益和安全，提高注册中医师纪律框架的及时性和公平性，以及提升中医师的专业水平。另外，修改法令也是为了让中医管理委员会有更大的灵活空间，判处与罪行严重程度相适应的刑罚，以及能处分那些损害专业声誉的害群之马。此外，中医专业与其他医疗专业的纪律程序的衔接
也能提高公众对于中医的信心。为了确保病人的安全，中医管理委员会必须谨慎地评估所有收到的投诉个案。不过各位中医师们无需担心，因为中医管委会只会针对涉及专业疏忽或不符合专业和道德标准的个案进行调查和采取纪律行动。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中医师都是医术医德兼备的良医，维持高素质的专业标准，将病人的利益作为你们优先的考量。据我所知，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从2014至2019这五年期间，每年仅接获4到9起针对中医师的法定投诉。虽然病患对中医师的投诉不多，中医管理委员会的统计显示，在针对中医师的法定投诉当中，专业疏忽占最高的比例。这次疫情也凸显了良好临床实践与传染病控制对医疗人员包括中医师的重要性。因此我希望中医师都能继续遵守卫生部所发布的中医行业的良好临床实践与传染控制的一般资讯和所有相关的临床实践指导原则。卫生部也正在拟定针灸及相关治疗的指导原则，目前正在征询各大中医团体的意见，确定后将会发布给全体的中医师，希望大家踊跃的参与，给予我们你们宝贵的意见。这套针对针灸指导原则将让中医师更明确的了解针灸与相关治疗的实践范围与安全操作。卫生部也拨款500万元成立中医医药发展补助金，支持从事中医服务人员的专业发展，以提升中医师的专业水平。我也很高兴获知，为了方便中医师申请中医发展课程补助金，申请表格与程序已转移到网上的平台。卫生部也携手与金身技能发展局合作，批准符合资格的中医课程，让中医师们能借助技能培训补助津贴抵消课程的费用。有了这些改进和补助，我希望更多的中医师能积极地参与培训，大家群策群力，把中医师的专业水平带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水平。穷则变，变则通。这次的冠病疫情虽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也催促了医疗保健领域在采纳新方法和解决方案，以及促进新科技的运用方面的加速与思维上的改变。远程医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目前要把中医的望、闻、问、切转移到网络平台进行远程看诊还是一项极大的挑战，但中医团体和机构可以携手合作，大家集思广益，考虑如何利用科技网络做一些公众教育活动，举办公众讲座等等，让大众更了解中医中药对保健和预防疾病方面的正确知识。最后，我相信中医师们都会继续秉持高素质的中医专业水平，谨慎执业，并遵守卫生部和中医管委会的专业临床实践指导原则，共同维护病人的利益。我承诺卫生部将继续与中医界携手合作，协同推进中医的发展。最后，预祝今天的研讨会顺利召开，参与的各位在学习的旅程上都能结硕果，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谢谢各位。谢谢许部长。许部长的讲话当中啊，有句话最令中医人窝心的，他是这么说的啊，我承诺卫生部将继续与中医界携手合作，协同中医的发展。关键词是合作和推进发展。
发展，相信这是同道们很高兴听到的话。那么刚才中医师互助团的代表说，我们希望中医师互助团可以作为中医管理委员会和中医师们之间的沟通桥梁，这关键词是沟通，合作需要沟通，沟通能够促成合作，所以合作和沟通是通往成功的必经的道路。那么今晚这样的一个沟通啊，我相信是非常好的，希望明天会更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们会请 NTUC 执总助理总干事杨木光先生来支持。杨先生在1997年到2015年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国会议员，并且在2002年到2021年的时候啊，2012年的时候出任新加坡消费者协会主席。啊，杨先生请。中医协调委会主席赵英杰博士，院长尤医师丁博士跟各位演讲嘉宾，晚上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参与这次的这个研讨会。那我主要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呢，也跟我们中医界的几个朋友，特别是赵博士、赵主席，还有这个曾院长，都做了几轮的这个讨论。那接下来我主要是要针对说，刚才我们许部长说的，我们怎么样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能够穷则变，变则通，让整个中医界能够再向前做一个更具体的这个发展。那我在这里呢，也特别有感谢主办单位给我们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职总能够从几个方面来跟大家一起来协作，还有加强各方面的这个沟通。其实呢，我们全国职工总会呢，在2014年就已经展开了一个新的一个平台。那这个新的中小企业平台呢，就能够让所有各行各业的中小企业能够在一个协作的平台上来怎么样促进更好的工作环境，更优质的这个工作素质，还有呢怎么样让我们所有的就业人士包括专业人士能够在他们的这个领域中做更进一步的这个发展，那使到这些行业呢都能够为我们全国做出更大的这个贡献。那目前这个中小企业协作平台呢，已经有17000个这个中小企业，涵盖35万的这个员工，让我们能够比较有常驻安排上的这个操作呢，能够让大家一起来对这个发展做出贡献。那这里举就是几个例子，包括最近呢，我们也邀请了几个这个中医的团体，包括新加坡善济医社，还有呢慈济等等呢，在加入这个中小企业的平台，看我们怎么样更有效的协助这些平台来做一些改进。那从这个中医界的这个角度来看，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先开一个玩笑，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还是免不了要记得要有 COE， 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避不开 ERP， 我们也不可能没有 GST。 不过我在这里呢，用这个主要是要跟大家谈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那实际上在我这个幻灯片的这个底下呢，我有特别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对我来讲中医的所有的这些个体的这个经营户或者是中医专业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实际上我们都是 COE。 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一个 cost oriented enterprise， 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以一个特别的宗旨来运营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还有呢，在目前的这样的整个运营环境里面，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企业，不管是哪一个专业，都不能够忘记了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ERP。 ERP 就是什么呢？ ERP 就是
所谓的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怎么样将我们的企业的所有资源做一个更长远或者是更具体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计划，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更重要的到最终我们每个人都要有 GST。 怎么说呢？ G 就是 Governance。因为刚才我们也听到徐部长的讲话，还有我们几位中医界代表的讲话，你们都有提到，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必须要继续的把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这个管理跟管控 governance 做得更好，直到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更安心更放心的为我们的需要帮助的病人去进行更好的这个医疗，发挥我们的医术医德。 S 呢其实就是技术，那现在政府都在推广 Skill Future， 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更好的把这些技术不断的再带进来，让我们能够往前自己再前进。那 T 更重要了，如果我们真的要穷则变变则通，那我们在技术上在电子化的这个步伐上，我们在数码化的这个进程里都要再进一步的加快脚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通过各方面的这个技术。啊，当然徐部长刚才也提到了一个例子，关于远程医疗。啊，当然我们也担心说我们原来传统上的望闻问切会不会在这样的一个技术上呢会有一些必须做出调整的地方。啊，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就变成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利用最新的科技来为我们做出更好的这个安排。那我希望说我在这里呢给大家介绍我们这种的平台，是希望和大家一起来合作。那怎么样说呢？因为中医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专业上很多人对我们有三个 C 的要求， Competent Compassion Commitment， 我们的全使命的承诺，我们的同情，我们的爱心，还有呢我们的技能，每个人对我们的要求都是特别特别的高的。那对整个行业来讲，所有的医疗保健行业一般上在国际上都有三个 A 的要求，一个就是 accessibility， 一个是 acceptability， 一个是 affordability。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第一，每个人都要说我随时有需要的时候你都要在那帮我；第二，我要希望你能够达标，而且我必须要让我自己能够放心，也就是说你一定要达到最高的标准。所以这个就是所有的人对医疗人员的要求，他要求是很高，但是他又要你什么呢？你必须要 affordability。 怎么说呢？就是说你要做到最好，但是我将只给你一点点的费用，我希望我给你的费用能够越低越好。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行业所面对的非常严苛的一个考验。那往前走，我希望跟中医界的这个朋友通过中小企业 U 中小企业这个平台，就是 USME 这个平台，还有我们的 USOCIATE 平台，我们在四重来已经有几个不同的平台来跟所有的专业人士跟所有的这个中医企业来进行这个探讨的合作。那么怎么说呢？因为我们是希望说如果接下来要做出这个变革要往前走，我们要回到变革金刚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说要 ABCD。怎么呢？要有 advocates， 要有 breaker， 要有 catalyst， 要有 driver， 就是在整个变化的这个过程中跟改进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倡导者，我们需要有破旧者，我们需要有往前冲的一个领导者，我们要有领头羊，我们更要有什么呢？我们更要有更多的我们从业者去作为一个推进者来进行这个探讨。所以我是说我从最近在网上看到了，后来找来找去我发现很多人说中医最重要的还是救死扶伤悬壶济世，非常有使命非常专业的一个行业。所以我就在这里总结了几句话，我们到最终还是要不忘初心，不懈的学习，但是在整个改进的过程中，我希望大家有时候得放下过去，因为过去有一些历史，有一些过去的经验，可能对我们的发展来说常常会造成一些情绪上的这个阻碍。所以我们要放下过去，放眼未来，善用技能，善待同仁，提升专业，提高管控，
回到剧中要让我们的病人安心，要让我们自己在从医的时候能够放心，不用受到种种的考法律上的种种的约束，我们在这方面必须要更加的努力。那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职总愿意在这个方面给大家最大的这个支持。当然我在跟大家会谈的同时，中医互助会呢也提出了要求，就是说觉得现在目前来讲，中医界需要要有一个调解中心，需要有责任保险，需要有法律诊所，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及时的一些要求。但是这些的成立只能够去处理一些问题，去帮忙解决一些问题，但是真正的我们必须做到的是不能只是打火，必须要防火。所以我们要防范于未然，那最终还是得回到原来的，我们要怎么样的一起通过这样新的一个平台来一起协作。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往前跟我们一起去探讨，那我们愿意跟所有的中医界的这个从业员跟所有的企业来进行探讨，怎么样去转型，怎么样采用数码化的科技，我们将成为你们跟各个政府部门的桥梁，来看我们怎么样把这方面的工作推进得更好。那我们也希望跟中医业者做一个商业与科技运作蓝图。 OTR 其实我就不在这里用细节去讨论了，但是这个本身的是一个框架，它能够协助我们把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所目前碰到的问题跟我们能够怎么样的更好的去往前发展，能够做一个非常紧密而又非常全面的一个思考，然后过后呢把一些该做的工作再把它细化下来，然后由我们把它带到跟各个部门去协商，去了解看怎么样进一步推进。那我就不再进一步的细说我们这个方面是怎么去做了，只要大家愿意，我们都愿意一起来协作。那么当然如果你们加入NTUC 的话，那当然从会员的福利上也会得到很多的这个协助，特别是包括各方面的这个安排。那么我们最重要的是先通过这个商业与科技运作蓝图来把主要的问题都列出来，然后可以去进一步的去探讨，然后个别的情况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职总的这个安排来加强我们的学习，加强我们技能的这个培训，那也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怎么样为我们的个别的这个员工特别是在中医界的员工能够提供更好的福利跟更好的保障。那我接下来在这个PowerPoint 里面的其他的这个我就不去进一步的细细的介绍，我相信我可以把我已经知道说有关当局会把这个幻灯片可以发给所有的这个参与者，是大家可以去进一步的去看一下这个细节。那当然最后的一个幻灯片上面有我们的这个联系的这个方式，你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QR code 就成为我们的这个参加我们成为会员，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大家一起来探讨。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杨先生，非常感谢啊。那么我们现在今晚非常高兴的知道这个 NTUC 啊可以提供一个新的平台，让我们中医师可以获得各种各方面的资源跟支持，也有了一种新的合作形式，所以中医师以后会多了一个途径跟有关方面沟通是通过 NTUC 非常感谢杨先生给我们带来这个信息接下来我们的这位演讲嘉宾是大家都很熟悉的领导，他就是中医协调委员会的主席赵英杰教授赵英杰教授除了是协委会的主席之外呢，他也是中医师工会的会长，新加坡中医学院的董事主席，那么他也曾经担任过中医管理委员会的委员跟管委员会属下考试组的组长，他同时也是世中联世界中医药联合会的副主席，那么他领导我们新加坡中医界打拼了数十年，对本地中医师所面对的辛酸苦辣了如指掌，那么我们今晚就特地请赵教授来给我们谈谈新加坡
的中医师目前所遇到的困境。赵教授，请。好，谢谢。谢谢郑院长的介绍。各位线上的同道们，大家晚上好。很高兴今天晚上呢有这个机会，那么跟我们同道们一起来探讨我们中医面临的目前的处境跟今后所面对的许多问题。那么也要感谢呢这个中医互助团还有仲景学给我这个机会能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有关的课题。在我这个讲题开始之前呢，我一点小小的声明，就是说这是今晚的讲座的内容主要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它对本地中医界现象的一些观察不一定对的，主要是提出和我们同道们一起讨论交流，所以呢我保留在必要的时候做出进一步的厘清或修正请同道们理解跟支持。那么今天我这个讲题中医界面临的困境，可以这么说，目前中医的这个处境细谈起来它的涉及面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我们的新加坡我们中医同道们开业的这个所面对的一些问题，跟中开业的条件、职业的风险、法律的规管，还有我们从事这行业医师们所能够得到的这个福利回报，中医的教育今后我们中医的这个发展跟前景，可以说是一个又很深远的很广泛的一个问题。原本呢我准备了100多个的 PPT 准备跟同道们一起来讨论，那么因为时间的限制我只有这个30分钟，所以我就把它缩短了，砍到了40张的 PPT。 那么在这个今天晚上我想因为时间关系，我就重点谈三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目前中医的职业的现况，我们的处境跟从事我们这个中医行业同道们所得到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或者说回报吧，那么做一些观察跟一些探讨。第二，我们中医教育面对的一些困境一些难题，当然还有大家同道们最关心的就是从事这个行业所面对的一些风险。那么这个互助群的朋友邀请我来谈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你们对这个行业所面对的困境有什么看法。那么他们发了这个好几张了这个 PPT， 但是因为它比较模糊，所以我就把这个放出来。第一个提出来了中医我总结起来可以是两句话，就是低收入低收入高风险的一个行业。所以第一个就是 low salary， 第二就是一个 risk of high legal costs， 特别是这个 hearing costs 提出来听证费。那么其实呢中医是不是一个高风险职业高风险行业，原本中医应该是非常低风险的，因为中医不像这个现代医学西医你要做大手术而且呢这个治疗的很多危难重症可能这个一不小心就会出了一些因为医疗疏失而引起的许许多的纠纷。我们中医最多就这个针灸就比较严重的可能气胸那总体来讲呢这个行业原本就比较小，医师呢比较谨慎一点的，应该是不至于有什么太大的医疗的一些疏失引起重大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讲它是一个现在大家都把它看成职业的风险这么高了，对，我们接下来再谈。还有就是这个 no good opportunity， 就是这个行业这个机会啊，机遇不高等等了。啊，主要就是还有就是 low social status compared to Western practitioner， 啊，不要说跟西医比了，跟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中医的其他的一些相关啊医疗的行业比啊，中医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收入跟地位啊，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就先从我们目前中医的人数跟平均的这个年龄啊来分析。啊，一些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这个中医师的年龄，你从这个管理科2018年的这个年度报告，我们可以看出，从青的、蓝的，啊，黄的这一块里面呢、啊，我们可以，从这个统计图表看出，我们的中医界年龄偏大，30岁以下的这个中医啊，大概占了不到5%，所以的话，这个年龄以后是。如何培养这个接班人，这个行业啊，将来的这个发展呢，是人数的一个增长，是不是能够达到合理的替代的这个水平，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那我们从这个图表可以看出，在2018年，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注册的中医啊，有3004人。那么这个其中大概是开业的中医啊，只有1258人，不开业的有4000，加上这个不开业的跟这些在慈善诊所的1000多人。所以我从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数目字里边呢，你看这个年龄的这个层次啊，年龄的这个层次。超过50岁以上的大概占了一半，50岁以上的也是占了大概10%。所以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啊，新加坡虽然说是这个平均的这个生命啊，寿命啊是在算是比较在全世界里面排前5名的。但是在20年后，像我们这个60岁以上的人，大概已经到了80岁的这个年龄了。所以我们以目前的这个中医的注册的人数，新的中医的加入的这个人数的替代啊，我是感觉到是相当忧虑的啊。我们来看几个数据啊，看几个数据。那中医的现况，我们中医师都在哪里服务？这是2018年中医管理委员会的年报。那么这个呢，显示，这个是开业中医的诊所，真正开业的中医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数，在3004个中医里面呢，正式开业的个体中医是1258人。那么慈善诊所就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有695。那么还有不开业的啊，这个是不开业的，没有执业的有770人啊，慈善诊所770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数据里面来看，啊，有一半的以上的这个中医啊，不是在慈善诊所里面行医呢，就是啊选择啊不开业。那以中医师工会会员统计的情况，大体上也是反映了这个数据。新加坡中医师工会是啊最大的中医团体了，我们有1600多个会员啊。那么正式呢开业行医的330人，有诊所在诊所行医的是啊500多人，总数大概是有正式这个开业后的行医的是占了53%。所以的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不执业的人数，或者是在一些慈善诊所里面行医的人数占的比例还是很大的。我们来看看南大双学位历年毕业的人数，因为这些数据啊，也就是啊，将来我们替代这年老或者是这个医师
未来的一个替补的一个人数最很重要的一个未来医师的一个来源。所以我们从这个南大的这个历届的毕业的人数，我们可以看出在2010到2012年的时候毕业的南大的人数是比较多，但是注意随着助年的这个行医的环境的一些等等的因素啊，我们发现到这几年来，特别是这些年来，南大录取的新生跟毕业的人数啊是有显著的在减少了。所以我个人是很担心呢，说我们本地的院校包括南大的这个毕业生将来能够不能够达到能够替补的这个人数，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忧虑。那从我们这个报章里面的一些报道，我们也可以看到2019年的毕业生就业调查平均起薪是2900多块，那么是在各大学的90个课程里面新军排行榜排名第88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我们双学位的课程的毕业生他这个所得到的这个待遇并不比他这个 biological science 这个学位的收入来得高了。换句话说，你多了一个中医的学历并没有加重这个它的这个含金量。换句话说这个单单 biological science 可能能够找到一个3315的这样的一个平均基本工资的一个工作，可是在中医的这个领域里面它的收入却远不如加了这个学位反而是没有这个加持的这个作用。我们从这些数据来考虑，就是我们这个行业那么这个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助联报读中医院校的学生未来中医界的接班人越来越少？当然原因是非常多方面的。那么首先呢，我们看到中医师的这个待遇从2018年人力部的资料调查图表里面看，在这里1、2、3、4、5、6在7个领域里面，我们中医的这个基本工资它的25%，最低的25%是2494，基本工资的中医数也只有2800。那么跟西医的比的话，那当然非常大的差距。西医的中医数基本工资有12000块，就便是跟护士来对比的话，那我们也是差了1000块。所以从这个中医师的整个的这个待遇来看那这个是也是可以反映出这个中医这个行业面对的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又回到这个中医师在哪里服务这个问题这个从中医的诊所里面1258年慈善中医诊所695，那么其他的一些不开业的770%。所以我们从这个图表里面数据来看出正式的能够个体开业那个中医的人数还是不到这个一半的这个人数。所以我想这个传达了一个信息，也许呢这个是中医并不是大家认为的不是理想或者令人向往的一个行业。我看大家应该就同意了，所谓理想的一个职业首先第一，我们的这个行业这个工作能够对国家和国民有贡献，第二呢它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跟受人尊敬的一个行业，第三呢它必须是一个合理或者相对比较优厚的一个待遇。我想这个大家都会同意的嘛，是吧？一个令人向往的一个行业基本上是要符合这几个方面。所以的话这个呢我们助联来学习中医的人少，那我们分析起来但因素很多。我想呢主要就是说我们中医的基本上的一个福利回报那是欠缺差强人意的。
那我们分析起来的话，问题很多方面呢，其中一个方面考虑到了啊，当然是我们注意到为什么在这个慈善机构里面呢、啊，所占据的中医的比例是如此之大。我看了一些资料啊，这几年来我们看到这些慈善机关啊，都大概啊，我们新加坡出不是正规的统计，大概每年看中医的人次估计在500人以上。可是我观察了一下，本地的慈善诊所啊，每一年呢、啊，大概是这个看诊的人次呢是超过了啊，应该是200多万人次，但是很大的这个比例呢是慈善诊所、啊，那么这跟我们这个个体中医的诊所，那么在竞争了、啊、这个对象服务的这个对象，特别是这个有几个诊所啊，像那个善济医社。在2015年，对啊，它是14万8千的人次，但2019年呢、啊，增长了多少倍？啊，50多万人次。那么这个呢，是有几个慈善诊所啊，这些年来增长的速度是非常的快的。这样我们就考虑了一个问题了，你看，这个可以拿走吗？看不到。OK， 可以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一个问题。那么由于中医医疗仅仅是以民间为主，并没有纳入政府医疗卫生体系，那么既得不到政府财政的支持，也没有办法进入民众基本医疗保险。虽完成大量医疗任务，但多数是慈善单位的慈善行为。民间中医大多数生存很艰难，所以中医呢，个体的中医诊所，那么要跟这些慈善的诊所啊，面对业务上面的一个竞争。那么这个竞争呢、啊，我说我的理解是一个不公平的竞争了、啊，因为我们现在面对啊，一个中医的开业条件是相当困难的，面对高昂的诊所的这个租金，那聘请员工的这个开销。而慈善诊所呢，他得到了这个啊有关方面的这个支持，所以的话，诊所的基本上啊是象征性的，或者不需要有这个租金方面的一个开销，同时靠社会捐款的一个资助，所以的话，你这个私人的诊所，特别是一个刚刚考获执照的一个医师，你根本不可能跟慈善诊所啊，进行这样的一个竞争，我把它看成是一个不公平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竞争，对吗？因为你要付诊所租金，你要请员工的费用，那么这些啊，从慈善的一个捐款，啊，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啊这个问题了，啊，这个成本经营的成本也低，所以这个是很多这个医师啊选择啊没办法开业的一个问题。或者只能够在考取执照之后到慈善诊所去服务，所以呢，我在2016年12月在中医师工会会庆晚宴上的时候，就特别提出了呼吁啊，我们中医界要重新，中医界有必要重新审视中医在国民医疗保健体系中的定位，那么调整中医的发展策略。将慈善关怀投入真正需要的群体，加大力度帮助贫困的病人，确保社会资源的合理运用。与此同时啊，应为大多数人士提供可负担得起中医的医疗服务。所以我当天在会庆的时候啊，做了这个致辞。那么早报了，看到了知道了之后啊，就做了一些报道，也访问了一些中医机构。所以在2016年呢、啊，年底又早报啊，就引起大家相当热烈的讨论，关于慈善这个机构啊的存在，跟慈善机构啊对中医界所带来的影响的一些相当广泛的这个讨论。那讨论的一个重点呢，就是说，目前我们这个时代需不需要有这么多的慈善诊所的一个。对中医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很慈善诊所了，已经最早的已经有100多年了，中医中华医院呢也有60-70年的历史，在那个时代它扮演一定的角色，在特别是在30年代40-50年代的时候，很多外来的这个移民，那么客工，那么在贫困的这个情况底下，所以很需要有这个中医的慈善的这个诊所的存在。那么慈善的中医慈善诊所也确实在那个时候帮助跟促进了我们新加坡中医的事业的发展，因为提供了学生临床实习的这个机会，也让我们的社会人士啊更多啊进一步了解到中医的一个他所能够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他有一个历史时代的一个意义，促进了我们中医的发展啊。所以是，但是我们从今天，在50年前跟50年后，新加坡的情况已经很大的这个改变。我上网去看了一下，我们的国民啊，这个 GDP 啊，所得啊，在很多这个商业的机构、金融的机构的统计的数据里面，新加坡都排在全世界的10名了。关于国际上的富裕国民的富裕的这个啊数据的报告啊，你在网上去看一下。大多数新加坡也是排在前10名的，有些列5名，有些列7名，有一些甚至啊，在富裕的国民的啊富裕的程度里面，新加坡位列第3名。可是为什么我们新加坡的中医慈善诊所那么多？那我想是，你去全世界去了解一下，估计啊，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国家中医的。啊，所看的慈善人次啊，有像我们家比例如此之高的。好了，慈善诊所如果能够扮演一个好的角色，那么可以解决提高我们中医的诊疗水平，而且也可以给我们医师提供一个比较合理或者比较优厚的待遇，那么对中医的发展，我认为是有利的。那目前的这个情况看起来呀，不是这样子了。那我也曾经跟一些慈善机构的主席啊、领导啊，反问过我们中医界啊，对这个慈善机构存在的一些观点、一些看法。那我也很高兴啊，看到这几年来，中华医院、同济医院、广惠照医院，对于医师的待遇啊，跟过去比来相比呢，是有显著的这个提高的，这是一个好现象。可是我们呢，这个啊，中医师工会啊，大家同仁啊的一个探讨，我们认为啊。这个慈善的中医的到了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啊，我们应该呢是要啊要再重新再反思了。那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建议啊这个慈善机关呢应该考虑啊做必要的一个转型，就是我们要做慈善吗？我们要做慈善，可是慈善呢应该是啊针对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任何人啊，都不无论贫富啊，一律以低于成本或者免费的医疗。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又给我们医师如此低的这个工资薪水，那么工作量又如此之大。我据说有些慈善诊所啊，一些医师在8个小时里面要看诊治几十个病人，啊，你工作量那么大，薪水那么少。医师那么忙碌，那么辛苦，当然了，这个啊，猝死的这个几率当然可能会增高了。而且呢，由于这个收入啊，可能不能够维持啊基本的、起码的这个家庭的这个生活水平，他还可能要做兼职，晚上可能还去加 Grab 啊，补助收入啊，他去做兼职，他怎么能够有这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这样可以去提高他的医疗水平，可以去进修，可以去学习呢？所以啊，我们认为这个是值得思考。如果要开慈善机构是可以的，可是你必须要给一个医师合理的啊，他的一个医护人员合理的待遇啊，而且让他们呢、啊、能够专心的、安心的。啊，做他的医务的工作，提高他的不断提高他的医疗的水平，所以我们同仁啊，大家商讨了之后，我们认为啊，应该
医院要转型。那么，假如力求自力更生，以服务收入为主，捐款为辅，逐步提高中医的形象。那么，让需要帮助的人真正得到更大幅度的帮助，比较成功的病人帮助比较需要的病人，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目前的做法，我们使到那些收入很低的，或者是贫困的一些病人，我们加大力度来帮助他，所以这个是跟不做慈善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应该要不要盲目的做慈善。你有钱的人富有的人，我们就不需要给他免费，这是我们的做法。所以那些我们有只要病人提出要求申请的，我们评估了低收入，我们给他免费，就是加大的力度，而不是说每个全部病人都免费，对吧？那么那些真正低收入的人或者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低收费对他们还是一个负担，对真正的穷困的人来说，那对于那些富裕的人他不是一个问题了。还有我们通过检讨收费的结构，逐步落实病人的分类，通过检讨市场的情况，改善员工和医师的这个待遇。所以我们很高兴从2016年医院转型之后，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是正确而且是可期待的。自从医院转型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到虽然呢总的看病人数没有增加，甚至呢在一些不同的收费类的里面的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波动，比如说无诊费的病人我们就反而是减少了很多。你可以看这个总的人次从21万减少到了14万多，甚至你看内科的病人从9万多接近减少了50%。所以没有诊费，我们目前中华医院的情况是这样所谓没有诊费，他就是还3块钱的登记费。那这个是登记费没有另外的诊费，那当然也要还这个药钱那也可以申请免费的或者半费。那有收诊费的是除了3块钱的登记费之外，我们增加了10块钱的这个诊费。这一类的病人反而急速的增加，你可以从2016年从92000上升了到167000多。所以我们从这个病人的这个收费的这个不同的层次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经验是这些不是新加坡目前的这个情况，并不是穷困的人看不起这个我们中医这个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只占一个小部分，大多数的病人都付得起这个医药费，而且他们希望得到了更好的医药的照顾，看资深的医师希望得到比较好的医药的这个照顾。所以我们从这个里面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所以今年我们到2019年我们这个专病组的医师已经增加到了100多人，所以就往这个专病这个水平的这个提高跟以这些医师而且受到了病人非常热烈的这个欢迎。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有必要做出这样的一个转型的一个策略。那么由于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可以从去年的2019年到2019，我们也看到了这中医师的待遇，中华医院医师的待遇是去年的我们有所改善。我策略了解了一下，初步了解了一下，大概我们这个基本的工资中医师应该是超过了3500块以上。当然这个还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的。那么希望我们将来能够做好医疗的服务，又能够确保我们的医生我们医护人员有一个合理的或者比较相对优厚一点的这个待遇，让他们能够安心的做好他们的工作，而且能够不断的有更好的条件提升他们的水平。那么所以对新加坡中医慈善中医转型的这个展望，那我们总结了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曾经过了中医先辈的努力，依靠了民间的力量，
实际上中医啊也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我希望啊这个在今后啊中医团体啊通过我们中医团体的一个奋斗啊，也能够得到了政府的这个支持啊，所以希望啊可以在成为提升新加坡中医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啊，把我国建设成亚细安的啊中医药的一个中心。另外呢，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不展开详细再说了。我们中医教育也面对了很大的这个问题，这其中的因素很多。那首先呢，我就关注到啊，我们的这个这几年来啊，特别是中医注册考啊，通过率是相当的低的。这个我跟其他国家的一些对比之后啊，我们显然的，我们注册考的这个通过率啊很低，特别是2016年，及格率全国的中医统考通过率啊只有44%，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有100个中医去考，过能够通过了啊，通过了就只有44个。那么这个影响所及啊，学校招生就困难。我就观察了这几年学生招生困难了，我相信不管南大啊，我们民间的院校。招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呢，这个是会出现退学的比例也是增加的。那问题很多方面，我今天呢，这个就不想就展开来谈了这个是我们呢有机会专门有个时间专门再来讨论中医的教育的问题如何带来了困难。那我们前一个时候啊，在卫生部的这个要求底下呢，跟中医团体的一些对话让我们提了一些建议。那我们呢也提了一些建议对中医教育的一些问题的一个面对的一些困境，我们提出我们的一些诉求跟一些希望得到的有关的协助。对不对？有其中有包括中医院校不被批准颁发这个学士学位证书的。那个2006年的时候，卫生部曾经批准我们中医学士学位课程，但2009年之后，因为失效法令的施行，就纳入失效管理，不允许我们继续颁发学士学位证书。虽然我们目前所上的课程都是按照大学本科的水准来设置的，但是在这个有关的条件的一个规定底下呢，我们只允许颁发高级专业证书，这对学生对院校我们觉得是不公平的，而且呢也是对我们这个发展我们中医的方面是有不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出的一个请求。还有这个中医课程缺少这个规范的临床基地这我们也是这个知道，我们也曾经做这个要求希望这方面能够得到这个资助。那么希望能够有关方面能提高我们中医的地位，重视我们中医的这个教育，还有批准中医院校开办中医本科教育那么也提出呢，希望政府能够支持联合办学或者辅助开办私立中医大学，我们也提了相关的一些要求。那么或者呢，由政府出资建立中医教学的医院规范严谨中医师注册考试，让这个中医的这个通过这个中医的这个食道更加有规范那么确保国家中医考试的水平，同时能够消除考生及老师们的抱怨的一个情绪等等好了，这个是中医的教育的问题我看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复杂而且是涉及面非常深广，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展开来讨论。那么大家最后的一个问题，中医的这个职业的这个风险那么这个历年来中医被投诉的这个案例这个整个的一个趋势图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来看我说这个中医原本就不是一个在行医方面不应该说这个医疗的这个医患的关系本来不应该是一个有很高的一个风险的，因为其实这几年来我们所看到的被投诉的或者被这个处理的
这个投诉的案件呢、啊，其实也不是很多，对吧？每一次呢，啊，从2010年啊一宗，这个40个是2007年那个是因为更新准证的一些问题啊，没有及时通知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些疏忽了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大的问题。真正的、啊、这个治疗的疏忽跟违例的这个处分啊，这是主要是这几个方面，或者所谓这个不受认可中医的这个疗法。那么这几年来啊，这个处分呢、啊、这个方面的啊例子啊，这个每一年不是太多，但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困扰啊跟这个忧虑啊确实很大的，因为其中所涉及到的啊主要就是啊这个。这个听证会里面的法律诉讼啊，有关的这个听证会的费用，直到这个中医界啊，感觉到是非常大的这个困扰跟这个压力啊。那么这个有关这个问题啊。那么因为在2015年那个时候发生了好多，你看我们在2015年有4宗啊被投诉的案件，所以在啊大家也都议论纷纷了。我在记得呢，在2016年的时候，管理会啊就举办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呢就是由中医研究院啊跟南大中医主办。南大中医主办南这一个医患纠纷关系的一个讲解会，那么很多大概一千多位中医出席了这个讲解会。那当时我就在这个讲解会里面就提出了我的这个看法啊。那么这个后来我们在毕业医师协会啊，中医学院校友会他出版的一个刊物。里面有提到了这个会议的论坛的介绍，同时也来访问了我关于中医医疗纠纷的讲解会的一些咨询的一些纪要。我记得呢，在当天的这个会议里面呢，我就主要提出了3点。第一呢，希望制定中医行规的指南，而且希望说按照我们中医的不能按照西医的方式全盘的一个照搬制定的指南。那因为呢，你没有制定这个指南，很多中医啊被处分了之后，甚至他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我当时在大会上我就讲了，有很多被处分的中医啊曾经来找我啊来申诉，他们啊是啊非常不能接受，可以说是怨声载道，对于整个的这个处分呢、啊、感觉到非常的愤怒跟不公平。那我们也表示很同情，对吧？那当时我就讲出对我们中医啊也有不公平的地方在哪里，因为目前我们没有一个啊具体的中医行医的规范跟一个指南，那你没有规定哪一些能做哪一些不能做啊。当然当受到这个投诉的时候啊，你假设说开了这个听证会，到底这个中医的做法正确不正确，你由3个所谓 IC 的啊这个专家，那你就来论定这个中医的做法不正确，那你跟广大的中医的看法可能不一样啊。那总让中医不能认同啊，你这个是3个人的意见能够代表了全部中医的这个意见吗？所以啊，这个中医界呢引起了议论纷纷啊，跟不能接受有一些啊，判决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时啊，我就要求你应该尽快的编写出中医的这个指南，而且这个中医的这个指南讲明的整个行医的规范，哪一些能做哪一些不能做，那么我们中医就会服气了嘛，对吗？就好像你哪一些你明明摆明了说这个不能闯红灯啊，喝酒不能开车，你闯红灯就是抵触这个的规则，你要受到惩罚。那我们啊受到了这个惩罚，你也是心服口服嘛，对吧？啊，那你如果说连这个指南都没有，那我们中医是有历史有2000多年了，各种医法，啊，各种这个中医的这个行医啊，是多种多样，对吧？
啊，那么你这个说明到底能不能够这样子做？那么可能啊，被处分的这个之后，中医师啊，心里啊，这个也不明白自己到底错在哪里了。所以我又当时就提出，我们要尽快的制定这个行医指南，而且这个行医指南呢、啊，你不能有几个人做了这个决定就公布施行，应该广泛的征求中医界大家的这个审视审议啊。最后啊，这个是啊，能够得到这个业界的同意，这也是中医啊行规，我们中医师法令里边呢、啊、的一个规定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行医啊，就必须是业界大家广泛认同的，所以呢，必须要中医界广泛认同的这个行医的一个指南，这样啊，大家这个心服口服了。所以的话，还有叫尽快设立医患调解这个纠纷处理这个中心，当时也是我提出来的。那我们也通过了，我们工会也通过了，啊，跟这个一些会员医师啊，他们进行一些调解纠纷，而处理了他们许多的这个投诉啊。但是也面对的一个问题了，管理会也必要说明了，是不是通过调解委员会调解了之后？双方已经调解了之后，你是不是还要这个病人呢、啊、去接受听证会的一个啊听证会的调查跟一个判决，这也是一个啊需要澄清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发生了一个案例，我们那个会员呢、啊、已经通过了跟这个有关啊律师跟病人之间的一个多次的一个调解，原本是大家同意啊一个水泡啊拔罐处的水泡，从50,000要求赔偿，已经谈到了18,000，因为这个医师啊不认为他有错误，啊，可是呢，这个最后，啊，因为从一个讲座里面得到一个信息啊，说管理会啊或者有关方面，啊，认为你即使是你们协调，是双方已经是通过协调了之后调解了。接受了啊，这个纠纷了，可是他们还是可能会举行这个听证会，所以这个医师啊后来就啊放弃了啊，就放弃了这个调解，对啊，现在在等待法庭的这个诉讼之中啊。好了，我看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后面的东西再谈了。那反正呢，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处理这个行规的一个转制的问题，我以这个来做出一个结束了。因为我近年来啊，中医师面对一些医疗纠纷跟诉讼的问题，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分有两个小组来执行。第一个就是学术专业组，我们制定这个学术专业组啊，主要就是希望啊新加坡制定新加坡中医专病诊治规范跟操作的一个指南，还有成立新加坡中医专家委员会，提供中医医疗事故纠纷的专业评估与建议。我们认为这个工作很重要啊。当我们的会员或者我们的中医师面对的一些医疗诉讼啊，那到底他有没有做错，我们也不是说要包庇我们的中医，而是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公平公正啊的对待。那么我们也这个成立了大家中医界有代表性的，我们大概有两千多个中医的团体啊，大家有这个高度的啊这个代表性，我们大家中医界共同推举出来的专家团，他写了一个评估报告，如果说这个评估报告里面中医确实有疏忽的这个地方，我们争取第一个时间，当然我们要认错，对吧？啊，我们就希望啊，不要有冗长的什么听证会啊，那些啊，这个是增加这个不必要的这个费用的这个负担啊。那如果是大家专家团认为这个医师没有专业，经过了评估之后没有专业的这个疏忽，那我们应该是给他出具一个专家的一个意见啊，让他到听证会或者让他到高等法院法庭里面啊，去叫辩护的时候啊，代表了我们中医界啊，大家有权威的一个意见的，啊，一个评估的这个意见，这个是我们主要要做的一个，啊，
成立这个组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之一了。还有我们有中医法律审视组，探讨新加坡中医法令对本地中医专业的这个发展，审视新加坡中医管理制度及中医医疗投诉调查程序，提出专修改，建立优化新加坡中医法令及管理制度。原本我想针对这两个问题啊，比较深入的来谈，就是说在听证会也好，在评批在判决一个中医或者做出的这个处罚的一个轻重啊，或者这个遴选啊，这个所谓成立 IC 专家的一个背景啊、资格啊，以及这些啊，他们在评估中医是否有犯错啊，应该要注意的哪一些问题啊，我想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啊，跟业界的一些观点。那时间关系，我们就没办法谈了。我想是这样的，我们今后中医啊，假设出现的医疗规范，那么这些中医师有医疗的纠纷呢、啊，我们中医师应该尽快的跟有关的团体反映，对啊，反映或者交到我们这个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我们的专家团去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如果说我们有错误了，我们就应该去纠正啊，我们去面对了。如果是这个被指责是不合理的，我们中医界啊，大家广泛的看法是认为不合理的，我们啊应该给予啊一个支持啊一个支持，而且我们写一个评估的这个报告啊，如果还是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我是认为啊，我们应该大家合作团结起来，啊团结起来，我们有3000个中医，对吗？中医师是很多是经济的不是很富裕的，要面对这个法律的这个程序啊，他最很多是因为这样就退缩了，啊，很多怕搞到自己倾家荡产，而且压力非常大，非常大的困扰。我觉得我们中医界应该大家合作起来，每一个中医，如果我们能够众筹，通过众筹，大家出50块钱，我们就可以筹集150,000，对吧？去 appeal 去高等法院，我们大家呢，大家团结一致，啊，在中医团体协调委员会的属下的几个组啊，大家一起来配合工作啊，我们为了病人的利益，为了医师的这个利益，我们公平公正的啊进行啊这个评估，那么我们共同来面对问题。我想啊，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可以做的。那今天时间关系，刚拖了大家一点时间，我就暂时讲到这样啊。以后有机会呢，我想我们应该再深入啊，广泛的来探讨啊，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的背景原因是什么？而且我们啊，应该中医界如何啊，应该是集思广益啊，能够来确保我们的啊权益，也能够确保呢。我们能够为新加坡中医事业的发展啊，继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啊，谢谢赵教授啊，赵教授啊，很今晚很生动的把我们新加坡的中医的生态环境讲得非常的透彻啊，可见他对这方面了解的深入啊。那么这个生态的环境呢，包括了低收入、低地位，啊，风险高，管制规范不明确，啊，然后缺乏培训基地等等等等，都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了，啊。那么，我记得赵教授在我毕业的时候，啊，跟我讲了一句我毕生难忘的话，他说啊，我们新加坡的中医师啊，是生长在夹缝里面，在夹缝里面求生存，啊，那么看样子我们今天还是在这个夹缝里面，哦，还没有离开这个夹缝。那么可是今晚赵教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出路，就是协调委员会已经开始准备了很多方法可以帮忙我们脱困啊。那么关键点就赵教授特别的指出来了，
就是我们中医界必须团结起来，一起来解决问题，才有脱困的希望。那么可惜今晚的时间不够，那么赵教授还有很多话可以，很多意见，很多很好的指导可以提供给我们。那么我们希望呢下来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请赵教授特别来给我们讲解这些问题非常感谢赵教授，非常谢谢接下来呢我们又要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东西了，就是在我们行医的过程之中这个专业保险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它提供了一定的行医保险，那么到底要怎么买保险呢？买哪一种保险才适合你呢？这样就要做多一点功课了。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了资深的保险顾问谢昭全先生给我们谈谈有关的知识。谢先生是新荣私人有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他拥有25年的理财和保险顾问的经验他将给我们带来非常充实的知识。谢先生请。好，谢谢郑院长的介绍大家晚上好，我真的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为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专业责任赔偿保险，它到底赔什么，而且是否能够帮到所有的中医师们。这样我当然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也能够听到赵教授他所对这个整个行业的这个分析，我非常同意他的看法，也就是觉得是说其实中医师他们的责任很崇高，因为你们在行医是而且是很传统的这中医法，而且不是说那么容易就能够学得会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实际上呢这个报酬跟这个风险完全不相对比。这样我也是觉得说这个中医界这个互助团他们真的很努力，因为我已经跟他们有超过一年的时间，就是说互相的探讨。虽然说就连部长也讲了赵教授也给这些实际的案例看了其实整个行业中医行业呢其实它的投入还是很低的，尤其说你们有3000多个这个中医师嘛，所以说他们的这个投入其实很低，但是因为他所牵涉到这个法律的费用还有这个承担赔偿的保额这个保金非常的庞大，而且就是说忽然间中医师都很奉公守法，忽然间要去上法庭就是真的弄得人心惶惶，而且你又考虑到是否到时候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后遗症。所以我觉得说今天我们的讲座呢我最主要是要跟大家探讨你们的法律风险，但是因为时间非常有限，而且我就是说尽量会把我的这部分呢就是缩短尽量配合我们接下来的林律师他所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中医管委会他们这个道德准则为什么他会牵涉到你的这个法律责任。Okay, 首先呢我现在冷场一下，要给你一个免责声明。虽然说这个声明呢其实你如果注意得到的话，你如果就去参加这个投资讲座不同的专业讲座，他们都会给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disclaimer。因为为什么呢，我们这个只是跟你做一个分享，不是作为任何的这个咨询或者说给你一个意见。所以我们不会为我们所讲的话负任何的专业责任。我要谈的这一点呢，其实在中医行医的时候呢，你们是否有注意到这些，比如说做一个这个针灸可能你要先准备一下消毒液等等这些或者你会跟他说我会给你做这些行医的话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副作用这是叫做声明。OK, 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嘛，我不要最主要是抓重点。这样其实这些法律风险不单是影响到中医师，是任何专业人士在新加坡都是有这样的法律风险。为什么呢？因为新加坡这个消费者的利益
它的利益形式很高，而且这里的法律呢非常的维护客户消费者的利益，而且也就变成说现在的消费者是越来越懂得他们的法律权益。但是相对来讲，您和我也是作为消费者，如果说我们去餐馆消费，我们去找律师寻找他的服务，我们也是会要求很高素质的这个专业服务态度，专业服务。所以说当然如果说一旦那些专业人士有疏忽的话呢，我们就会采取法律行动。所以你们首先第一个的法律风险呢，其实是中医馆违规。这样虽然说案件不是很多，但是我们所听到的案件这个法律费用呢高达几万块，而且还不包括就是说赔偿金。所以就变成说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投诉可以领至这么高昂的这个律师费用。所以这部分呢待会林律师他会为大家讲解一下。虽然说我很高兴听到就是说赵教授啊还有这个互助团所有的代表们呢就是说很积极的就跟政府单位先协谈，就是说怎样更有效的处理纠纷等等。但是因为这个法律已经现有了，而且我们走的都是英国法，所以我其实觉得是说我们先应该了解这个法律程序和所应该所可能带来的影响，因为只有我们知道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做好准备嘛。所以说另外一个很大的风险呢就是民事诉讼案的律师代表和赔偿。我举一个实际案例吧，但是他不是中医界的而是法律界的。有一位陈先生他要去立一个遗嘱，他去找一个律师楼写一个遗嘱。这样因为什么要写遗嘱呢？他想把他的就是说他的亲戚呢，就是说如果他不立遗嘱的话，一旦他去世的话呢，那些亲戚就会自动继承他的遗产，而他又不需要，他不想到这些亲戚继承他的遗产，而他要那些不能够继承遗产的他们的亲戚朋友们能够来继承他的遗产，所以他就立个遗嘱。这样他立了这个遗嘱，找律师就说接了一个遗嘱，后来陈先生去世了，这样他们的这个受益人就拿这个遗嘱去法庭要来做这个继承。但是呢到了法庭这个遗嘱被判无效。为什么呢？因为一个遗嘱最基本的一个条件呢，你是需要两个证人见证人，而这两个见证人不可以是受益人，但是这份遗嘱呢只有一个见证人，也就是说这个律师在立这个遗嘱的时候呢，他一时的疏忽只忘了另外加多一个见证人。这样这是法律吗？虽然说有一个见证人，但是没有两个，所以说这个遗嘱就被判无效。这样那些不应该得到这个遗产的亲戚全部都得到遗产，而那些应该得到遗产的呢得不到一分钱，他们就通过这个民事诉讼控告这个律师。当然这个律师他也受到律师工会的这个纪律调查，而且他也要赔偿那些受益人应该得到的收益而没得到，结果他要赔多少呢？将近70万新元，70万新元。而立这份遗嘱他的律师费呢才区区几百块。这是一个实际案例，而且报章都有报道，但我们就不谈那个细节了。我想用这个案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叫做民事诉讼。简白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人与人之间他们有某种交易，这样因为对方的疏忽让他们就是说受到损失，他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法律程序来索取赔偿。 OK， 这样子的话呢另外看一个案例吧，这是2016年，这样我们也不谈他的细节啊，但是这个呢基本上是一个老妇人，他因为做这个针灸的时候严重灼伤叫做 third degree burn， 3度烧伤，这样他就起诉，你注意哦，他是起诉中医诊所，他没有说起诉中医师，也就是说这个妇人
他去了这个中医诊所，这样因为当时诊所呢，这个创办人不是他来为他行医，而是他的员工，这样因为他受了伤嘛，他就通过民事诉讼来索取这个赔偿50,000块，这50,000块呢还不包括律师费。这样后来在2017年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案件，同样的呢，他的起诉律师是同一个律师，可能他因为有了一个第一个案件，他就越来越有经验了，结果呢，另外一个中医诊所也是要赔50,000块，他们都不是，都是不同的诊所，而且都是蛮有规模的诊所，但是因为他们的员工，他们就是说他们聘用的这个中医师的一时疏忽呢，他们要赔50,000块。而你想想一个针灸的费用才多少钱，但是如果说有了，就是说那个病人受了伤的话，他们是可以索取这样的大的一个赔偿的。当然也不单只是说这个中医师啊，这是一个牙医啊，就是说一个厨师他去做牙医的时候呢，结果那个牙医一时疏忽把他牙拔了，然后让他失去这个味觉，但是他是厨师嘛，他是凭这个味觉来赚取生活，结果被判要赔100,000。这个是一个最近比较7月的一个案件啊，但是你看到他是事隔7年，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在7年前发生，后来家属呢起诉医生，哇，那种精神上的压力啊，真的是很难去理解。你想象那个医生的话呢，他当然他的疏忽造成人命伤亡，他是需要负责任，但是可能他精神上这个折磨，也是很重大的。这个案例呢是讲了一个这个火锅店 ，OK， 基本上呢是一个员工，他因为一时的疏忽塞那个纸巾在火炉，结果让成这个爆炸。你看这个时刻，他就被烧伤嘛，这叫做第三方的这个责任。刚才呢，其中一个问题，有人问了，如果说一个老年人在你的诊所又不需要拐杖，他就是说他不要用拐杖，但是他在你的诊所跌倒的话，你是否需要负责任？严格来讲的话，任何人在你的诊所受伤，他是可以跟你索赔。但是你可以做的一些预防措施呢，比如先设立一个 CCTV 监控器嘛，因为如果说这个人是他自己本身不小心，或者说他本身存心在你的诊所受伤弄伤自己的话，当然不可能要你做这个负这个责任。但是如果你没有了这些监控器，而你又没有这个保险的话，这样就需要来负这个责任哦。所以说大家要了解，行医也是做一个企业嘛，这样做一个企业，我们就当然要了解叫讲理财讲说去了解不同的风险，如果可能的话呢，把这些风险转移给保险公司。OK， 这是讲这个西医他们的投诉，你看西医他们的投诉远远比这个中医还来得高，而且你可以注意得到，在违反他们的道德准则和指导原则有65宗，这是在2017年所发布的这个讯息。这样待会林律师呢，他会去就是说根据你们中医官委会他们的这个道德准则为大家做一些讲解，但是因为也是时间的关系我相信他也是会抓重点。另外一个呢 OK，我们就回到这个纪律调查，因为呢林律师他的部分是讲纪律调查，为什么这一点你们也是要处理得很好，因为呢很多时候消费者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投诉，他们可以先投诉，因为如果他们要采取法律行动的话，他们是要先还这个律师费，而且也不一定说他们要指控一个人的话，或者说他诉讼一个人的话，他们一定会成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要了解
可能是这个消费者他们本身的疏忽，他们本身的这个犯的错误，而导致他们受到自己的这个损伤。给这个呢，为什么他讲说纪律调查很重要？因为如果那个消费者他能够通过投诉，这样如果那个监管部门呢裁定说这个专业人士的确触犯了他们的这个条则，也就变成说他们在接下来能够更加有效更加成功的提控这个民事诉讼。哦，所以讲到这里希望大家了解两个风险哦，一个是你的纪律部分，也就是说你们的专业人士在专业行业里面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民事诉讼。这样在专业这个纪律调查呢基本上是律师费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触犯的条例的话，就是要付这个罚金当然你不可以通过保险来付这个罚金，罚金是要自己付，但是你如果看了一些其他的案例的话，他们的罚金基本上是几千块虽然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 也不会说很大到很吓人，但是他的个律师费可能几万块，为了要就是说要经过整个这个法律程序。但是如果说接下来他们要提控这个民事诉讼的话你们刚才看到了几个案件，只是一个灼伤的话呢5万块，这样如果说那个人还可以证明说因为这个伤势能够影响到他的工作能力的话，可能他能够索赔的就要几十万了。但是呢在这个C案件里面呢，大法官我觉得他讲得很好，不是每一名医生每犯一个错误就必须在医疗注册法下接受纪律处分，医生和我们一样都是人，皆会出现疏漏、判断失误、记录不完整和记忆力欠佳等情况。但若每个失误都必须有相应的惩罚，那对医生们和依靠医疗专业的社会来讲说，将是难以承担的负担。但是呢，实际上来讲的话，如果说监管部门他收到投诉，他也还是要调查嘛。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基本点，就是新加坡消费者的利益的权利其实是很大的。可能对很多专业人士来讲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但是如果说你整体来看的话呢，它其实是对整个消费者的信心，能够有效的提高。这样有了这个更好的信心，他们就会更有信心去找专业人士。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其实还是对我们不同的行业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带动力。这样最近许连川部长也是就是说建议大家中医师购买医疗专业保险。其实购买医疗专业保险呢，不但是保自己，其实也是代表说你关怀客户，因为你也可以跟客户做一个承担，就是说万一我疏忽的话，我有保险能够就是说做一些合理的赔偿，其实也是能够照顾到病人消费者的这个利益。当然法律诉讼会引发的律师担心是法律费用、金钱赔偿，其实这两个呢是很大很大的这个金钱的损失。当然如果说严重的话会影响到执照，也就不能够继续这个业务。所以我从事这个专业责任赔偿保险呢已经有10多年了，因为我尤其是在房地产的行业里面服务很多年，所以我对这方面很有经验，而且我也了解到一旦专业人士被牵连到这种状况的时候，那个压力是很大的，而且那个时间性很长，因为法律程序他们也不是说一两个月能够解决的，我们甚至有些案件要拖5年呢，5年时间这样可能大家对专业责任赔偿保险不大熟悉，英文叫做 professional indemnity， 它到底赔什么？因为它跟普通的人寿保险不一样，跟普通的这个医药保险不一样，这种保险专门是为你们的专业人士做这个保障，也就是说一旦你的专业的服务的时候出了差错的话呢，它是能够为你做金钱赔偿，就是说赔偿你的客户，赔偿你的病人。另外呢有法律辩护，其实如果说一旦有出了问题的话，你们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去承认错误，也不要去想要跟这个病人做什么交涉，或者说认错等等，不要。最重要是要找律师，而且要找好的律师，有经验的律师来帮你做辩护。为什么？你本身也有这个法律权益啊，你要了解自己的法律权益，能够才能够更有效的保护自己。因为也不单是说人家一喊不投诉就是你一定有罪，不一定的啊。因为我刚才谈到了，有时候呢是消费者他们本身犯的错误，而且专业责任赔偿保险呢，它也有提供毁谤方面的这个保险赔偿啊，文件丢失啊，听诊会和聘请专家的参与。如果你买对保险的话呢，其实他的保险会提供听证会的法律辩护。接下来这个林律师呢，其实我跟他合作很多年，因为他就是说我们在为我们的这个房地产行业的个客户，一旦他们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就是找这个林律师。待会你看他啊，他是女生哦，而且你看起来他不像是那种好像很彪悍的这种律师，其实他是很资深而且经验丰富，但是最重要的呢，他也是看起来很体面。我本身非常的尊敬这个钟医师，所以说当这个互助团来跟我谈的时候呢，我也非常非常乐意，就是说出一点力。但是我真的很敬佩所有的代表。当然我跟 Marcus 交谈的会比较久比较多，而且他对这方面非常的激情他每次就是说啊，你看这个医师又这个问题我们将来看能不能将来处理，能够来调解。我给的建议啦，就是说根据我在这个房地产方面，还有最近呢，去年我们也是被受委任这个审计师 Public Accountant 提供他们的专业责任保险。我想建议大家说，反正你们都有这个 CPE 嘛，这个继续交易，我觉得说可以考虑，就是说加入法律程序相关，怎样用这个保险索赔的这个程序，了解之后能够处理投诉和调解纠纷。比如说刚才你们看到的看到一个案件，就是说那个灼伤的案件嘛，这样因为很多时候大家都没有这种问题。但是如果说忽然间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诊所，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你可以呢打电话给我 ，OK， 这是我们一个简介了啊。我们是一个保险顾问。什么叫做保险顾问？保险顾问就是我们代表所有的很多不同的保险公司。我们的最主要的专业是代表您的利益，帮您找到最好的的保险方案。我本身当然我在这个行业已经从事了超过25年的经验，时间关系我就不多介绍了。我想跟大家建议的呢，因为我处理这方面的就是说这个 professional MD 已经10多年了，我非常了解，一旦出了问题，有时候其实不是有时候，很多时候客户他们可能还在考量是否要采取法律行动。在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先了解自己的法律权益，最好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且这方面呢，我能够帮助到大家，我可以为大家来提供这个免费的中医师专业责任方面的法律资源。也就是说你不需要等到收到律师信，一旦你觉得说有一些问题好像刚刚谈到那个灼伤的话呢，如果那个诊所有联络到我们的话呢，我会建议可以的话拍个照，然后呢你要就是说体现你有帮他照顾那个伤口的这个行动，可能可以带他去西医诊所做一些调理因为其实一个灼伤，这个针灸嘛，这个灼伤怎么会领知到一个50000块的这个赔偿，所以可能时候呢就是没做好准备但是如果说大家了解到应该做什么的话，而且我们有很
一大堆的这个一个很大团体这个法律律师做我的后盾，所以我能够为大家提供这方面的一些服务。那如果你有还有什么详情的话，你可以这个 WhatsApp 到我们这个电话里面。Okay, 最后呢，如果到时候我会分这个讲义，连同林律师的他的这个讲义，如果说您对我们所刚才谈的那些content， 尤其是接下来林律师他要讲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说通过这个QR code 可以给我们点意见反馈表。然后呢你填好你的 email 的话呢，我们到时候会把所有的这个讲义传到你的这个电邮里面。好，这样因为我觉得说我还是要赶快交给林律师的。最后呢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为大家分享，希望接下来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为大家服务。好，谢谢郑院长。谢先生啊。谢先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们普通只是知道如果你被投诉罪名成立之后你可能会被罚多少钱，可是我们不知道除了你要付的那个罚金之外还有更重的一个开支啊，是那个听证会的费用。这个听证你的罚金可能是几千块，可是你的这个听证会的律师费可能是你的罚金的几倍啊，就是你的罚金可能很少，可是你的听证费的律师费很高。那么这个方面呢，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那你的问题就比较大一点哦。那还有谢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信息呢，就是假如你被投诉，或者甚至你觉得你可能会被投诉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先采取行动啊，可以找这个保险啦、公司啦、谢先生啦，或者是先找律师，这样你就可以很好的准备，万一你真的被投诉的话，那你可以心有成竹，知道怎么办啊。这个是今晚我们得到从谢先生里面从那边可以得到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好，那么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法治的社会啊，其实你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啦，时时刻刻都是在跟法律打交道啊，所以不能够不懂的法律。那尤其是我们中医的这个行医的生涯当中啊，风险很高，所以我们今晚就请了专家给我们指点迷津啊，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律师楼 Victor Carter Wong 的林慧莹大律师啊。林律师是律师楼的诉讼及仲裁团队的合伙人，他也是国际调解协会认可的调解员和新加坡仲裁员协会的会员。那么他将用案例来讲解有关的法律。好，林律师请。谢谢郑院长。尊敬的高级政务部长徐宝坤医生，尊敬的杨慕光先生，尊敬的赵英杰教授，尊敬的丁山湖博士，尊敬的郑新景院长，尊敬的谢兆群先生，尊敬的各位讲师，尊敬的各位中医师，大家晚上好。所以很感谢主办单位中医辅助团邀请我们与今晚大家分享一下法律知识。所以像院长所介绍的，我们是专门处理包括职业责任和书屋的案件，纪律诉讼和民事诉讼两者都有。在我继续之前，只想要声明一下，今天我们的分享不构成法律意见，因此不应做饮酒。今天
要分享的规划图为：第一，中医师者被投诉而被中医管理委员会调查与纪律程序的概述；第二，中医师接获投诉并被中医管理委员会或调查组要求 做出书面解释，或收到律师函时要求赔偿，应该如何应对。第三，我们也会提出一些案例解说。有些中医师对于中医管理委员会的纪律程序可能很没有很大的了解，今天就希望能给予大家一个简单的概述。想要提醒大家，这个中医职业者道德准则以及道德指导原则的重要性，简称为道德准则，体现出中医师管理委员会对新加坡中医师的专业水准和专业的最低要求，也叙述对他们的操守和行为的基本要求，并且描述了他们的应用。如果委员会发现任何中医师违反了道德准则的任何条例，可能会被委员会相应的制裁，会收到相应的制裁。大家可以通过委员会的网站上获取一份 这份道德准则。这个是一个流程表，通过这个流程表，希望大家可以更加了解中医师管理委员会的纪律程序。在管理委员会收到投诉的两个星期内，管理委员会就会开始对于投诉进行基本分析与调查，在三个月内完成基本分析。在此同时，根据委员会的考量，也可能将投诉信交给被投诉的有关中医师，邀请他针对事故与做一个书面解释。考虑了有关书面解释后，委员会可能驳回投诉，或指示调查组进行调查和听审会。调查组在两个星期内必须开始调查，在过后的六个月内完成调查，并准备调查报告和推荐处理方案给委员会考虑。在这期间也会有听审会，若调查组决定投诉成立，中医师有澄清的机会。过后，委员会可以接受调查组的推荐，或只是调查组再进一步调查。如果对委员会的决定不满，在30天之内可以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对于投诉内容，投诉内容会有什么呢？这可能关于中医注册法令第19条的事件。投诉必须是书面形式，如果是关于中医注册法令第19条跨格一跨格英文字母 EFIJK 条的话，投诉者也另外需要另外额外提现成交一份法定声明书，我们所谓的 statutory declaration。 那第19条的法令是关于什么呢？比如未能遵守注册所需要遵守的条规，违反中医注册法令的有关条规，犯有任何专业不当行为或专业疏忽，有任何不当行为使有关中医师不适合留在名册上，或中医师的精神或身体状况
不能安全进行治疗。在委员会提出调查组进行调查之前，自己也有权利驳回投诉，可是这个只有在委员会会员一致认为投诉是轻浮、无理取闹、误解或缺乏实际内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一旦调查组交给调，一旦委员会交给调查组，调查组将指示有关调查人员调查投诉的事实和情况。调查组员必须在向有关的中医师提出书面投诉通知，这包括投诉的副本以及额外成交的法定宣誓书、声明书。所以大家需要了解这个步骤，所以当你收到投诉的时候，如果是关于第十九条，一定要有额外一份法定声明书，并给中医师提供书面解释和听审的机会。调查组一旦完成对于投诉的调查后，需要提供给委员会一份调查后报告，说明调查结果、是否投诉成立和调查组给予委员会的建议，比如应该采取的适当制裁或驳回投诉。考虑了调查后报告，委员会可以接受建议或者采取其他适当的制裁，或者要求调查组再重新考虑调查的结果，也可能要求调查组在某件事项做出进一步报告。那委员会可以对出中医师进行什么种制裁呢？这包括取消注册、也予警告或谴责、发出书面忠告、指示中医师给予书面承诺完全停止投诉的行为、罚款10000或50000。这个是如果投诉在4月1日2020之后，那个罚款的数额可以高达50000，这个是提升的。技改注册类别，指令中医师对于投诉人进行调解，我们所谓的 mediation。 修改注册附加条件或暂停注册长达3年。当然这个也是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所需要支付的费用。为什么费用这样昂贵？其实这个费用不只包括律师费，也包括他们委员会所聘请的专家。比如说他们要知道中医师哪里犯错，为什么犯错，他们会请另外一个中医师来给予意见。所以专家的意见，所谓的专家的意见的费用、顾问的费用、律师的费用，还有委员会成员的费用。所以这些费用都是，如果讲证人都是医师，讲他们的费用就是根据他们平常专业因为如果讲他不能开他的诊所两个钟头，你就得赔偿他了两个钟头的那个费用。所以他们是以这个来做考量。所以大家就是说为什么有时费用会这样昂高，就算是认罪也是这样昂高，是因为之前他们所做的准备工作可能比较多，需要调查的东西比较多，还是听审的那个时间比较长，所以那个费用就比较高。所以希望给大家一个理解为什么费用是这样昂贵。当然如果
你对他们的决定不满，无论是对费用的决定不满，还是对委员会的决定，关于那个所诉讼的那个纪律案不满，你可以向高庭在30天之内就是上诉。但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我们身为你的代表律师，如果我们身为你的代表律师，我们会叫您考虑有没有法律依据，我们所谓的 legal basis。 如果讲你上诉的几率很低，我们就会劝你不要上诉，因为往往上诉的费用都是很昂贵的，就是要上高庭，而且之前上诉之前，因为通常你们的医疗资料都是以中文来写，所以他们也有这个翻译费用，是高庭规定说就是上诉人需要承担的那个费用。如果讲你要上诉，你要把全部的东西翻译成英文才能上诉，而且这个费用是由上诉人承担先。还有录音抄本，因为你们的那个纪律的那个程序，他们有记录纪律程序的那个过程，所以他们需要把它放成一个 transcript， 就是英文的抄本，然后再呈上去给高庭。所以这些都是很昂贵的，尤其是这些抄本的费用跟翻译费用。而且重要的是，一旦上诉到高庭，决定高庭的制裁决定将有决定性，就是说你没有机会再上诉到最高法院，就是我们的 Court of Appeal， High Court 就是最后的一层。所以希望大家有这个了解这个上诉的过程。Okay， 接下来我要提的是暂时法令，我们所谓的 interim order。 暂时法令就是说委员会有权利指示中医师立即暂时停止执业一段时间。这个法令很特别，不需要进行正式的纪律程序或者调查也可以给，可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说的情况，他暂时法令只能在有合理的情况下规定。如果比如说如果不采取类似的暂时法令措施，公众将面临严重的风险，或者为了避免公众危机的事件。所以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会有暂时法令。所以现在我们完成了中医管理委员会的调查与纪律的程序。我花了这样多时间向大家解释这个程序，是因为了解这个程序是很重要的。因为身为你的代表律师，如果讲你在程序的一半在聘请我的话，那么也可能是太迟了。所以有些步骤就是要在那个调查组调查时，就是索取你的口供时，当时是最重要的时刻，因为你所呈上去给调查组的文件、证据还有口供都应该记录下来。到了听审会的时候，您的律师就会有这些文件，不然你一呈上去给调查组，你自己没有保留一份，身为你的律师，我就叫你回想当时你跟调查组所提的东西。所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身为你也是很痛苦的想回想，我们也是很痛苦的想让你回想那个过程。所以就是说，一旦收到投诉，最好是有买专业保险。当然如果你没有买专业保险的话，第一就是要保存这些记录。所以这个是我是接下来要所说的那个第二个部分，我讲解的第二个部分。中医师如果面对这投诉事件，或者收到律师函要求赔偿，应该如何应对？像我之前所说，如果你有一个专业保险，这样
其他的问题其实是很容易解决，因为一旦你的保险顾问被通知，保险公司就会委托律师帮你做辩护，还有索取你的证，就是口供，而且律师也会给您知道你的法律权利。当然之前我有谈过的这个证据保存，因为通常就是你看，等一下你会看一些案例了，他通常就是谴责说中医师没有准确的保存医疗记录。其实如果你行医的时候就是保存一个良好的习惯，把那些病人所跟你说的啦的 complaints 你所诊断的 the diagnosis， 还有你所配份的那些中药，你的 treatment 全部一一写下来，这样有秩序的把它记录下来，不怕有一天如果我要跟你索取这个记录，你不会很慌张的在找那个记录，因为时间一久，那个投诉跟事情的发生的事故，有可能可以相差一年、两年或三年，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投诉的程序，不是马上立刻进行嘛，对吗？所以你要保存好这些就是这些文件，像 Alfred 所说，如果委员会或调查组邀请你去他们的办公室做出一个解释，你也把它记录下来，就是不是recording， 是书面记录下来，所以以后你也记得你跟委员会说过什么话。而且因为事情发生，通常事情发生的事故的时候，你的记忆会比较清楚，所以当时记录下来是最好的。好，接下来我会提一些案例。其实Alfred 跟之前有说过的这些案例，就是那个关于那个针灸疗法的那个案例。这个针灸疗法的案例，投诉人是遭受了烧伤，就是事发当天，中医师就是要求他的助手在那个针尖上点上那个艾条，我们的所谓的 moxa， 对吗？随后他只是助手看管那个疗法，然后离开了治疗室。中途他又请助手处理另外一件事，让那个投诉人无人看管。此时那个 moxa 的那个颗粒就掉在那个投诉人的脚上，造成第三处烧伤。他的行为就是被委员会认为违反了道德准则的许多条例，最终处罚的是罚款3000和谴责。可是从这个案子我们要学习，如果中医师有买保险的话，他立刻打给 Alfred 我应该怎么做。 Alfred 就会讲马上拍照，快拍那个烧伤的部位，就是作为证据，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把事情的经过记录下来，就是从他开始到治疗完毕之后的那个过程记录下来。第三点，谁是你的证人？那个你的助手当时是什么名，什么联络号码？当时如果需要找一个证人，至少如果他离开了你的中医的那个院，至少你能联络到他。所以这些步骤就是很重要。当然如果讲你有买保险的话，那个律师就会帮忙你记录证人的口供还有你的口供。而且当时烧伤的时候，律师也会问你如何治那个烧伤的部位，你有马上处理吗？还是叫病人马上回家？这样的那个过程我们也得了解事后发生的事情，因为那个对于你的那个投诉跟那个赔偿会有减轻的作用。当然这个是 case by case， 所以真的是要看那个案子，为什么当时那个助手被调开，这个身为中医师，这个是合理的做法吗？因为病人没人看管，
另外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一个响铃，如果讲当时如果没人在那个治疗室，可是病人觉得不是，能按一个响铃，所以大家就被通知，能马上帮助他。这个也是一个为了避免这类型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有许多学习点。第二个案例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一个投诉人的已故妻子。投诉人就是投诉说会诊啦、诊断啦，以及就是不足，还有以及中医师有那个教授的头衔做出投诉。所以这个案子就是对于那个治疗跟病人入院的时候就是调查组觉得没有因果关系。然而委员会发现，因为中医师在自称拥有教授的头衔，他不应该使用。因为事实上三年前中医师委员会已经曾经跟这名中医师说过他不能使用这个头衔，可是而且曾经有第一封函给他，就是作为一个警告，可是他还是照用那个头衔，造成这个纪律处分。而且另外他也发现没有保留好就是病人的那个记录，所以因此以上的行为也违反了那个道德准则的一些条例，罚款了1000，还有受到谴责。所以我们希望分享了这些案子，能在这些案子在学习中如何避免这些情况。所以我这段的演讲也就到了尾声，希望大家能意识到深入的了解这个中医道德准则的重要性，还有了解了那个投诉的那个过程，还有那个委员会的想法，为什么会有些投诉的费用这样高。所以谢谢大家，所以我交还给曾院长。非常非常感谢林律师啊。林律师今晚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一些意见。那么其中我觉得受益最大的就是说，你假如被投诉的话你要怎么办，这个东西都是我们很多同道所非常担心的事情。因为我们很少人会一整天都被投诉了，可能你在几十年的生涯中只有一次。那么假如你真的被投诉了，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然后怎么样保护自己，那么才能够度过这个难关。所以林律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途径啊。那么他也同时强调了一点，你的医疗记录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你的医疗记录不够或者是没有保存完好的话，也可以变成一条罪名啊。那么同时假如你被投诉之后呢，在整个过程之中你都必须要把它详细记录起来，包括文字记录跟相片啊，都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开放这个问答时间啊，那么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啊，可以提上来。那么在还没有提问题这边的时候啊，我首先这里有一个问题了啊，想请问林律师啊，就是说好像刚才最后您所提的最后这个例子啊，这位中医师最后发现他并没有疏忽而导致这个病人的这个医疗结果啊，当然他的被投诉的这个项的这个内容啊，是认为他必须负起这个病人后来的这个医疗的这个伤害的结果。可是他在这个投诉这个
调查过程里面发现到他并不需要为这个东西负责，可是他有两项东西被调查委员会认为是犯规的。第一个就是他不应该用教授的函头，第二个他没有保留很好的保留这个医疗记录啊。而我的问题是，因为在这个调查的过程之中，除了罚金之外，很大的一个费用是来自调查委员会的律师费用。那么这个律师费用怎么算呢？这个律师费用是不是包括了所有的调查费用，还是只是有关于他必须负责的那个部分，就是他认为犯规的那个部分的调查费用，而这个病人的那一个部分的调查费用他需要负责吗？这个是我相信很多同道都关心的事情啊，所以不知道林律师有什么看法。所以通常他们就是没有分段说这个部分是属于病人投诉的部分，这个部分是就是调查组花的时间所花的时间来调查其他的部分，所以他们有分析的很仔细。可是据我所知是只要调查中如果发现有就是犯规，就是说有其他部分他没有根据那个道德准则，他们有权利说就是进行其他的调查，所以造成这个比较昂贵的费用，所以跟那个原本投诉没有关系。所以他们的费用是一体的，而不是说分开来付。OK 啊，谢谢林律师。也就是说你如果被投诉 A， 然后发现你对 A 没有不需要负责任，不过同时发现你有 B 跟 C 的犯规的话，那么你所需要付的费用啊就是 ABC 加起来了，没有再分了，是这样的意思。可以这样讲，是一个定数，它不是一个整数，它不是一个分起来分段来评估的。他只是当着同一个调查来执行啊。谢谢啊，所以我们通道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哦。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那么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些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在某一间诊所当中医，那么同时星期五去附近美容所当化名中医师啊。那他的雇员做推拿理疗，然后我就负责开发票，然后用由病号去索取医疗保险呢。可是这个月呢，这个病患又要求开医药诊断证明书，但是他没有见过这个病患，而且在19号就辞了这份工作。在这个情况底下，以前开的资的发票会不会被控提供虚假的资料？中医师能够开西医形式的诊断证明书吗？这个是一个问题。林律师，你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吗？谢谢。郑院长。对不起。谢谢可以讲。这样OK， 因为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些问题了，江刚当然Sharon， OK 啊，林律师啊，通常我们都是英文名字互相称呼了。像 Sharon 其实他还有蛮多东西，其实他的内容的，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不同的问题来做一个分析吧啊。首先看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其实这个问题他问得很好，他带出了几个关键的问题。第一呢，好像赵教授刚才提到了很多的这个中医师，他们可能是没有开诊所，这样他们是在慈善机构或者在不同的诊所服务，这样可能他们会在不同的诊所做服务的话，这样最主要还是看这个诊所你在跟这些中医师合作的时候是用什么的方式，你是用这个叫做 contract for service 还是 contract of service，
基本上呢，如果那个中医师他是个体户，这样你聘用他的时候，你可能是跟他做这个分红的这种安排方式，这样子的话，这个中医师他如果说有什么疏忽的话，谁来负责任？是诊所负责任吗？还是这个中医师来负责任？这样，我是建议大家说，这方面其实真的要考量一下。我虽然说我们有这些不同的建议，而且我们有不同的方案，但是今天我们就不详谈。但是我们可以跟这个互助团，就是说再仔细的探讨一下，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建议。这样为什么有些病人他们要在这个诊所要求这个证明书呢？其实他们可能在他们的旅游保险或者他们的意外保险当中，他们是可以索赔的。这样当然这个证明书啊，或者说这个最主要是那个单据，它是要由一个领有执照的诊所才能够让保险公司承认的。这样如果你没有处理这样的一个病患的话，你没有处理照顾到这样这个病人的话，我是觉得你不应该就是说来用你的名字来做这个证明书。但是你可以去找诊所的负责人，如果他们确认他们有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话呢，他们是可以开出这样一个收据或一个证明书。这样另外一个问题呢是说，请问如果病人有签署针灸推拿的同意书，就是 indemnity 啊 Sharon 呢，不小心在拔罐时出水泡，是否可以保护医生不被起诉？okay, Sharon, so, 我们是否可以做这样一种同意书呢？或者是说 indemnity form? 不可以，因为法律不可以 disclaim liability for personal injury, 就是我们不能说说如果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我们不负责任。这个是不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是关系到病人的那个就是的那个权利，他们有权利可以诉讼，所以你不能说因为你已经之前答应说不控告我，所以现在因为你签了这份书，你不能控告我，所以法律是不认同这个建议，这个 indemnity form 的。嗯，给虽然林西律师这样讲的话呢，其实我是觉得是说，可能在互助团方面呢，或者在不同的中医协会，我们是可以提出不同的这些操行准则，比如说可以做一些标图啊 poster, 让大家了解到，哎，可能在做拔罐的这个诊疗当中，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状况。像如果说真的是有烧伤的话呢，怎样去及时的去照料这个伤口。这个可能会帮助到中医师在行医的时候会比较有这个信心比较安心了。OK, 但是 Sharon 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中医师被投诉接受调查，这样出庭胜了，他已经赢了，他是否还需要支付听诊费和律师相关的费用？如果是说他成立就是 successfully defend 啊，就是成功的就是驳回那个，就是把那个投诉觉得不成立的话，那当然他就不用付那个听审费，可是他自己的律师费也是要支付，所以那个也是一笔费用，你们要在考虑当中，因为为了达到你所要的目的，有可能你得花费一些律师费用，所以当就是像 Alfred 所说的，买保险是买一个安心嘛，对吗？其实那个保费我觉得是不是很昂贵，一年大概500块左右，所以我们的律师费肯定超过500块。如果你要打，就算是一个简单的认罪案子，也是几千块。所以在这一点，就是我就是要慎重的叫大家考虑，因为像任何生意都会有风险，有无理取闹的顾客，也有就是没有根据的，就是觉得只要我投诉，我可能会拿到我所要的赔偿。对吗？所以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而且现在就是有这个病患嘛，所以有任何就是有任何机会，他们可能就觉得you know, 就是找一个机会来做出一个赔偿，所以我有一笔钱来过这段日子，对吗？所以他们就所以我通常就是建议说，就是身为专业人士，我们都是要买保险，像律师我们也是买保险。其实
其实 Sharon 讲到重点，他讲到重点，就是说，买这个保险呢，其实刚才也是有问题了，就是说买一个中医的专业责任保险，它是多少费用？你的保费呢？现在来讲的话，平均是450块每年，每年450块，你可以买一个50万的保额，这50万也就代表说你有50万的后盾，你有50万块钱能够来聘用律师。这样如果说你真的遇到那些无理取闹的客户的话，病人的话，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因为呢，就算他要无理取闹的话，你有这个资源来聘用律师。这样好像刚才那个问题，虽然说你胜诉了，但是你胜诉可能是因为你聘用了好的律师来帮你做这个辩护，但是你赢的话，你还是要支付自己的律师费啊。这样如果说你不用没有这个保险的话，这个450块你换50万，这个比买都还划算。这样子的话，你为自己有更好的这个保障，而且你有这个律师来陪伴着你，这样子的话，就算有人来无理取闹搞麻烦的话，你不用担心。就好像买车险，一旦说遇到意外的话呢，通常是保险公司完全帮你全权处理，你根本就不用再去担心。当然在行医的时候，那个是很容易讲啦，但是如果说有这种事情的话，那种精神压力真的是很大很大。像 Sharon 他其实讲到了重点，因为呢你有了这个后盾，你才可以就是说抵抗任何人来找你麻烦。我虽然已经10点多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些问题。这样子我看到的是一个第三方责任third party liability。Sharon 你要补充一下吗？third party liability insurance 就是像我们的所谓的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 就是如果讲有人在你的诊所跌倒啦，如果是你的地上滑啦，有人倒掉药水啦，这类型的那个案件，不是 under professional indemnity， 就 under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surance， 我们所谓的 public liability insurance。Hello。听得到吗？呀。所以是这样用法了，就是 third party liability insurance， 通常就是在这种场合用到的。OK， 举个案例，刚才有一个问题吗？如果病人在诊所受伤，对，诊所受伤的话，跌倒那个就是所谓的地方责任。这样，这个诊所是要为这个受伤的人负责任。可能那个人说，哦，因为这个诊所没有推行这个安全措施，或者说可能摸地的时候那个地没有把它抹干，让人家滑倒，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方责任。这样在这个专业责任方面呢，它是专门保你的专业，你要保这个第三方责任的话，其实你可以通过你们的这个诊所的保险配套，我们叫做 clinic insurance， 它里面都会包括这个 third party liability 第三方责任。而这个诊所的保费呢，平均来讲每年才差不多300块。如果你真的会做规划的话呢，其实你把这些东西都算好，当作你这个运作成本的话，其实你是可以负担得起，而且不是说很昂贵的费用。当然我们大家都不希望有任何问题，但是没办法，如果问题找到你的话，你还是要处理嘛。这样借用马云一句话，马云他怎样形容保险？保险是后路，在你春风得意的时候布好局，才能够在四面楚歌的时候有退路。哇，还有很多问题的。这样，请问郑院长，我们要怎样处理呢？要继续谈还是？ Okay. 现在已经相当迟了哈。那么我想我们回答最后的两个问题好不好？一个是说完整的医疗记录包含什么资料啊？想知道更多详情啊？这里啊，我提供一个
一个参考答案。所谓的完整记录啊的意思就是说，当你把这个病人转介到别的医师的时候，这个记录啊就能够使到这个医师能够完全了解他的病情，他可以接受。啊，比如说他的诊断是什么，从中医来讲，他的这个主诉是什么，他的现在的症状是什么，那么你的分析他的这个是什么症型，然后你用什么治疗原则治疗，跟你用什么方药治疗或者是手法治疗，跟他的剂量，像这类的东西啊，是能够使到第二个医师能够很容易的接手这个病患，那么这个记录呢算是完整。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这个病人的姓名啊，他的性别啊，他的住址啦，他的联络号码啦，这些是肯定是必要的，这个是我的个人的一些见解啦。那么好了，我们到最后一个问题哦，我们有没有必要，我们没必要给患者 sign indemnity form， 因为签了也没有用啊。这个东西是很多我们的同道会问的东西哈，不知道请哪一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是最后的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不能推卸法律责任，跟行医的过程中如果有疏忽，这样病人会有权利可以控告，所以他这个是违反那个 public policy， 就是说这类型的 form 是不可以签的。好啊，谢谢林律师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研讨会就告一段落。不过我非常了解啊，我们今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哦，因为这个中医法令的问题是非常的繁杂，而且是很多，那么我们大家的问题也是很多，所以呢我们希望能够以后还可以办多几场，那么继续来关注这个问题啊。那么在这里要感谢徐宝坤部长、各位演讲嘉宾、各大中医团体、热心赞助单位、新加坡和中医师们，可是最重要的要感谢同道们，因为大家的参与，这个会议才可以成功举行。那么我们希望这个会啊，能够引起大家关注这些切身问题，一起来探讨中医如何才能够在这个变化的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好，请大家退出之后呢，填写意见反馈表，那么方便我们检讨总结经验，下次会办得更好。还有不要忘记加入我们这个研讨会的 Telegram， 我们会把很多信息放在里面，大家也可以在里面讨论交流。好的，谢谢大家，晚安。晚安，谢谢。